Hello， 大家好，我是雷哥。那今天就给大家王者荣耀游戏视频。然后本期视频素材都有网友提供的，这个叫陪你风风游又傻傻。他这个是小乔，然后是那个主宰先锋，主宰先锋有点那个 bug 卡 bug 的游戏视频。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还是这个 bug 应该是早期版本了，早期版本的。首先这边是小乔的队友把那个主宰先锋击杀完了之后啊，然后这边小乔跟着这个主宰先锋准备来一波强攻吧，强攻。然后这边甄姬啊，甄姬等下有一个技能把那个主宰先锋给冻住之后啊，主宰先锋就卡在那不会动，也不是不会动，就是不前进啊。我们看到刚才被冻住之后，然后这个主宰先锋有点那个崩溃的，就是那一直颤抖，一直在那抖啊抖啊抖，但是就是不往前走也不往后走，是吧？可能被甄姬冻了一下晕了啊。这个主宰先锋也是够调皮的啊，就他这个卡在那不会动啊。然后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个网友提供那个孙悟空五杀的游戏视频，然后这个也是操作的非常溜。那本期差不多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欢迎大家关注我的视频，关注公众号我哥解说，如果大家有什么精彩视频也可以投稿到公众号我哥解说或者 QQ 邮箱。他这个李白也是挺骚气的啊，直接把对方后把活物给击杀了，然后这个孙悟空是一个斩杀带走的。这边安琪拉来了，阿珂也来了，这边应该孙悟空的暴击非常爽，是吧？特别是到装备出起来之后再跳一个，直接就带走安琪拉。剩下又来一个顶尾宋氏，还有一个鲁班，小鲁班更惨，小鲁班的脆皮两下半就被他敲死了，是吧？最后就剩一个顶尾再和队友配合之下直接就击杀成功，有一个五连绝世。好吧，我们下次再见，谢谢，感谢这两位网友提供的那个精彩视频啊。